大家好，我是爱鱼人神，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崩铁 2.5 飞霄零杀技能消息汇总，强度逆天 T0 预定，击破队剑指巅峰流萤起飞，星穹铁道 2.5 到 2.7 复刻角色曝光，黄泉登场时间安排，人权卡接连 UP， 飞霄零杀实际技能示范。星穹铁道 2.4 卡池越来越近，新五星角色云离娇秋也即将登场，各位开拓者们是不是都已经等不及了呢？而说起后续卡池角色登场的安排，也是很多玩家比较关心的，就后续卡池角色等相关消息一起来看看吧。首先就是即将到来的 2.4 卡池了，两位新五星角色分别是云离娇秋，复刻角色分别是霍霍花火，后续的 2.5 卡池两位新五星角色官方也已经公布，分别是飞霄灵沙这两位女五星。 2.5 卡池复刻角色的话，就目前的相关消息及角色未复刻时间来看，大概率是黑田鹅黄泉这两位。而说起后续的 2.6 到 2.7 卡池新五星角色的登场消息还是比较少的，不过目前网传的消息来看，已知的是在后续的版本中阿格莱亚、罗斯姑母、星期日 SP 停云都会登场，个人感觉在 2.6 到 2.7 卡池登场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。至于 2.6 到 2.7 卡池复刻角色的安排，除去 2.5 卡池的黑天鹅黄泉外，最长时间未复刻的角色也就希儿、真理医生这两位时间较长，所以说这两位角色在 2.6 卡池复刻的概率还是比较大的。崩铁零杀技能消息汇总，强度逆天 T0 预定，击破队剑指巅峰玩家表示，这还抽个锤子娇秋。近期有大佬爆料了零杀这位角色的相关技能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。首先是战技，释放战技时在行动条上召唤一个召唤物，并且立即攻击目标单位一次，召唤物最多可以存在 X 个，召唤物拥有自身初始速度，每个召唤物可以持续一定回合。召唤物这个机制早在景元时代就已经初具规模，本次灵杀的设计想必也是为了后面召唤物 C 做的铺垫，而且后面如果推出召唤物辅助的话，说不定景元也可以喝到汤。接下来是终结技，被敌方全体造成攻击力一定比例的火元素伤害，并召唤 X 个召唤物，行击一，释放战技时可以使自身召唤物行动提前，释放终结技只使所有召唤物行动提前100%。行击二，根据自身击破特攻转换为攻击力和治疗加成。行击三，召唤物存在期间若有角色血量低于一定比例，召唤物可以立刻行动一次，此效果每回合最多可触发一次。综合来说，灵沙显然是一个以召唤物为核心带有一定同协能力的风疗角色，其角色的所有关键点就在于召唤物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灵沙的天赋和命座。天赋，召唤物行动时会发动追加攻击，对敌方全体造成火属性伤害，同时即治疗我方生命值最低的角色，在攻击造成击破或者攻击被击破的敌方时额外进行一次全体回复，并且为全队接触一个负面状态。